Barbie. I'm a Barbie girl in the Barbie world, life in plastic. It's fantastic. 今天叶姐穿的非常的粉色，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哪样色？因为呢，今天是想要做芭比的一天，可是芭比也得要上班。我们先去片场完成今天的工作，完了之后呢，我再和我的助理白白，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看一下芭比这个电影。就可以了，好吧，现在芭比们去吃夜宵。